收看《小资女夯什么》。嗨，说到这个元气感，一定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脸。我们的脸怎么了呢？Tina，就是胶原蛋白了。就是哈，我们来认证这个人是不是年轻阿美亚，跟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那个脸上有没有嘭。我有，我有，你看我好嘭的，我挤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你再做一次刚刚的那个动作，来夺魂锯八。来，要骑脚踏车。你没错，我们就是要 play 一个 game。对，女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。快救我，因为我快看到我走人，没关系，女生太多了，我们可以 restart 这个 game。我们不要怕，我们永远都可以一直不断源源不绝的一直重来。但是虽然我们离25岁很远，没事没事，25岁可以是我们记得的青春岁月。但是脸上的这个胶原蛋白，我们虽然没有那个他们那么年轻，我们比较早出生，比较早体验这个人生，对，但没关系。我感觉到你用力在安慰我。没有，我们认识 Sam 老师，这个是我们最不用害怕的嘛。真的，老师听我们够啦。明灯，对，我有什么疑难杂症，我们就问他，他才可以啊。对，没错，因为虽然年纪是天不可逆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把身份证丢掉。哦，那个身份证不行，要补发，还要补发。不能丢掉啊！我们浮夸归浮夸，我们不能乱讲哦。就是说，我们不要看身份证的年纪，是你要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哇，你还是很年轻的感觉。所以谎报年龄，人家要相信。哦，对，当然其实就是要透过你正常的像睡眠啊。良好的一些习惯各方面之外，你就可以透过一个额外透过好的胶原蛋白，只要透过可以吃进去的胶原蛋白是好的，不仅是脸，端一到底，那很帅，而且又白又嫩。因为其实胶原蛋白呢，它是占我们人体总蛋白质的10%，将近快50%左右，那很重要。对，总蛋白质的快50%，所以你的总蛋白质的含量有很多，不过胶原蛋白就占了快50%，所以呢，胶原蛋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今天呢要介绍这一支胶原蛋白呢，是我近期里面吃过喝过下来，感觉是很有感的，而且很方便。有感，老师自己都有感哦。因为你知道上次我们不是介绍一个那个有一个叫什么 GS， 对。那一天的直播底下观众问到爆炸，对，對一个人都没有在感觉我们在讲什么，他们在问说什么，叫去哪里买，哪里买。对，可以调整体态之外，又可以帮助你呢维持你良好的一个身形，之外又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睡眠嘛，就是 GS 饮。对。不过这一瓶呢，就是今天上次讲那个 GS 饮同一个品牌，就是明炫，明炫，对，你们今天是第一手拿到哦。真的假的？第一手，明炫生技。胶原 GQ 饮黄金耶，我要黄金，让你全身激发你全身饱满 Q 版的，你剛剛說什麼，让你全身激发你饱满 Q 版的状态。我以为他后面接一些毛发类的，我吓一跳。老师他都这么小瓶，没有大罐。激发，对。不好意思，年纪大的人我们比较敏感一点。所以呢，我要跟他讲一下。GS 饮是上次介绍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GQ 饮是新品，不过两个是完，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们慢慢喝，水蜜桃是不是？对，你们先喝，我一边来跟大家分享。对，那这个明炫生技呢，它其实本身就是做保健跟美容的生技公司，对不对？它这家生技公司呢，在国内外、海内外有非常多得到的国际大奖之外，海外有很多的专业的研发团队来研发这些东西，所以呢，它的品质还有它的效用是品质保证的。真的，你现在是要开第二瓶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我的年纪比较大哦。没有，你喝两打都不算。你今天如果要像思佳这样喝到两瓶、三瓶都没差，真的吗？对，其实基本上。让你一天一瓶就很足够了。可是我今天比较劳累。对，那多食无益。重点是呢 ，GQ 饮，顾名思义就是你全身上下的皮肤会更 Q 弹，是，对不对？所以里面添加了萃取自罗非鱼与巴沙鱼专利的 LAPI 拉皮胶原蛋白。等一下，拉皮，我只要拉皮，我只要拉皮。对，它是一个专利的技术萃取出来的拉皮的胶原蛋白，对，所以呢，它的分子量是落在1000到3000道尔顿的胶原蛋白的分子量。那因为其实有
对，经过国际权威的这个研究组织去研发、去测试过，人体在吸收胶原蛋白的最好的这个道尔顿的分子量是落在1500到3000，然后它是1000到3000道尔顿，所以它是在人体是最好吸收的分子量。中间。对，就是你喝下去之后呢，就可以很快速的吸收，之外呢，让你人体呢非常轻易的去吸收进去，而且作用出来。对，因为没吸收等于就是白喝啦。对，那因为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呢，我觉得它好的原因是第一个，其实它容量很大，因为市面上的喝的饮品的胶原蛋白基本上都是大概像这样子。你有发现不太一样？比较小瓶，小很多。对，这个一般都是30ml，差不多。所以市面上有很多人就会喝到2瓶到3瓶。对。然后这个凝炫生技的这个黄金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GQ 饮，它本身是50ml，很多。所以它的一瓶含量就已经比外面的含量还要来得更多。快要一倍了。对。对，所以其实一天一瓶就够。那如果说像刚师姐有提到，我比较累，我想要再多补充，你要多喝当然是没有关系的。重点是你们刚一打开，你看真的很好喝，有香气，有香气。一开你们就喝光光了，香，就水蜜桃的香气，而且里面有很多水果那个。对，对，为什么要放水蜜桃的香味？因为它让你在喝的过程，第一个顺口，第二个让你会有一夜的好心情，非常开心。所以你有发现，很多胶原蛋白都有一个味。对，重点是它里面除了有这个水蜜桃的这个香气之外啊，它里面有来自于海拔10000英尺的国宝级水果啊，什么水果？10000英尺哦，你知道有多高？就是来自于秘鲁的黄金莓。这个黄金莓，其实大家是因为发现这几年大家在讲那个 super food 有没有超级食物？其实这个秘鲁的黄金莓已经快要被列入这个 super food 有潜力的超级食物里面的一种了。只是因为它的产量真的太稀有了，因为它在10000公尺以上才能去去种植，氧气罩去拔。对，因为这个黄金莓里面呢富有丰富的维生素 B， 没错，蛋白质，这就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。重点是还有膳食纤维，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调节跟代谢更新之外呢，它还可以让你喝了之后，它会延长你的饱足感。所以就让你比较不容易肚子饿，你会发现人只要一肚子饿啊，有时候半夜你就会乱拿东西就吃。对啊，对，有时候你不小心吃到很多垃圾食物，是你无形中去摄取的。所以它可以让你在这个过程呢，会更加的健康一点点。那接着呢，还有另外来自于2000年历史见证的夏威夷绿宝石，夏威夷的就是夏威夷的诺丽果。你这个超好用。对。有听过诺丽果吗？对，那尤其诺丽果本身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之外呢，重点它的氨基酸等等，它总共有150种的营养物质都在这个诺丽果里面。所以它萃取进来放进来之后呢，第一个除了你皮肤要 Q 弹的那些抗老化的状况之外，它会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，你肤色会比较亮，尤其是呢，你如果长期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容易失眠的，它也会改善你这些失眠的状态，同时对于你的延缓老化、衰老的状态是有很好的缓解的作用。我之前去一个山区，他们光我可以喝了吗？我想说你那罐不喝给我们喝，专门在卖诺丽果，诺丽果的单罐呢、啊、超级难喝的，但是我刚才喝那一罐，它是完全没有诺丽果那个臭味，因为它是已经把对，所以这很珍贵耶，因为诺丽果非常珍贵，因为像老师刚刚讲了嘛，它可以延长你的饱足感，减缓失眠，然后保持你肌肤的活力，所以它其实不只是皮肤、身材各方面，对，因为其实胶原蛋白的流失全身。对，而且连内脏脂肪其实包括对都有帮助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像上次有介绍这个 GS 饮嘛？对，这次的这个 GQ 饮，明炫生技它都有顾到一个重点，它都会让你失眠或睡眠的状态是变得比较好的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你有发现，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原理，你只要睡得好，基本上你的身体状况也会好一点，对不 对, 对？或者是人不老。其实胶原蛋白对私密处的照顾也是很多。对，女生的老化其实是全面性啊，你迎宾大厅一定要顾。好啊，不然怎么会？你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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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我不是你是你是你是但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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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非常厉害，对，它有益生菌的，它有益生菌的光，益生菌的玻尿酸精华，它可以益生菌是改善你肠胃道的功能，增加你的这个所谓的抵抗能力之外，
它有玻尿酸精华是加在一起的，所以皮肤也会比较，它就是一瓶抵多瓶，比较保湿，又保湿，对，然后又照顾你的睡眠，这就是全能啊。因为胶原蛋白跟玻尿酸是相辅相成的，所以我只有胶原蛋白的话，我如果没有玻尿酸，我的皮肤也没有办法那么的有保湿感，对，也没办法支撑。它就加在里面，同时呢，它里面也有所谓的青春生态，以及多活性的微生态，那是包含有什么？比如说像有黄金梨，因为它这边就有这个黄金梨的图案。对，它这上面其实很多黄金梨，对，然后西西里的血橙，然后本身还有葡萄籽的萃取，葡萄籽大家知道抗氧化等等等，所以它里面是添加了多种的这种所谓的蔬果酵素啊、营养素啊等等，全部就加在这里面。所以它的萃取进来之后，你会发现，而且它是做防光品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它其实保存它的活性，对，有质感的。重点是它方便饮用，因为你也不用再去搭配任何的饮品什么，对，开了就直接喝了，一瓶就够。哎、欸，像你这样子在外面，对不对？招总业务那么多的，哎、啊欸，它这一喝完感觉嘴巴上一层护唇膏的感觉，润润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今天晚上应该可以不用睡。我觉得你在这个，他会让我更多想睡啊。你错了，是他今天晚上不会一个人睡，不会一个人睡。哎、欸，那我觉得心念需要。好了，各位姐妹们，就这样子了，我们一起举杯好不好？喝完了，来睡。你们拿一瓶，我拿一盒啦。拿一盒啦。再有狐狸还没有来，也不一定跳得过我们啦。我拿一盒。